来看到这半点，这相关的生态保育协会伫个国道三号那内段来啊，捡到一只已经有标红的这这半点，是去年底伫这高雄木林来标红的，经过77天飞100公里到那来，啊，这协会是表示今年山区水气较高，啊，清山的状况应该会当比去年搁较好，嘛搁较早。这个月四号下晡。值班地下协会工作人员为在国道三号南下254公里处的路岗，捡这只值班鸭身上写有 ML1217 的鳞样。经过查询，是去年12月17号在木林生态公园游协会义工所标榜。这个我们后来回来的查询资料以后，发现到说它飞行的时间大概是77天，那距离大概是100公里的时间。那这只值班点是我们这几年发现到有标榜数字比较早到达林内的一只值班点。台湾值班鸭生态保育协会表示，过去记录值班鸭由毛林飞到南来乡有300，但拢是在3月21号以后，这是2年来上早的一天。另外2月28号，在毛林下老龙溪观察到大量的值班鸭已经往北来飞行，上大量每分钟有400只，一个这个方面过就会来到南来乡。尤其是今年度哈，因为整个气候还有这个温度、湿度啊，都相当的啊明朗化，都相当的哈，刚好是紫蝶的大量迁徙，所以我们公所预计在今年的3月26、27、4月2号、3号来举办啊这个活动，极力的来重视保护。值班鸭生态保育协会表示，今年山区的水气丰沛，是完成良好。那天气好转，为这礼拜开始就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值班鸭。至于高工局嘛，在国道三号北上251K 至253K 那内段，架设1100公尺的防护网。那值班鸭每分钟的数量达到250只以上，对方平这个路段或者车道和路岗，采用路灯来配合。记者吴立报道。